Hello，今天吃活竹子。吸一个汤汁，这真的，这汤汁巨美味。看一整个，它看不着那个，黑色的毛。蘸点料。它这个还不是不可以吃，只不过吃了不太好消化。有人喜欢吃，有人不喜欢吃。我觉得根本就还挺好吃。看，这个汤汁绝了。我感觉吃它不用好奇或者扒开看，一口就吃，就完事儿了。看这汤汁。都是这种包装，20枚，还有个小蘸料。我这个加热了一下，你也可以加热或者不加热，这个是开袋即食的。